乖同我哋睇下 Physics Paper 2009年嘅第41条啦。A mink heater has two identical 嘅 heating element of same resistance R。OK， 呢一嚿係一嚿 heater 嚟嘅。OK， 裏邊係有兩嚿 R 咁樣樣啦，跟住有三個掣喎咁啊。When S 一、S 二 close、S 三 open 咧，個 power of heater 係叫 P。跟住而家問下 power of 個 heater 咧，係 S 一、S 二係 open、S 三係 close 係幾多？唉，咁鬼煩啊，係咪？唔緊要，我哋就將佢哋 open 同 close 第一個情況、第二個情況，咁我哋畫翻出嚟啦。S 一、S 二係 close。S 三是 open 的情況 ，OK， 咁即係呢個 close 咗，呢個 close 咗，嚇，咁即係會咩咧？呢一度係通嘅，跟住呢度係通嘅，嚇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出現個情況就應該係呢一條路 ，OK， 咁就有個 R， 跟住駁住下邊咧就有第二個 R， 跟住呢度都通嘅，就駁翻個 main 啦 ，OK， 呢個第一個情況，即係話咩啊？其實啊、第一個情況，佢個 power of heater 係 P 嘅時候咧，就係佢兩個 R 咧係現 parallel 嘅接駁方法嘅時候 ，OK， 現 parallel 接駁方法嘅時候，咁就係、是個 power 係 P 啦 ，OK， 呢度個 power P 啊，咁啊我哋可以將佢哋寫翻條式啦 ，P 即係等於咩啊 ？V square over R，OK、okay?。啊，點解 V square？ 因為個 main 個 V 係唔變嘅，即係個 main 嗰、那個係咪？呢、這個唔會變，咁我哋用翻啲唔變嘅嘢咯。over 個 R， 咁除個 R 咧 ，OK， 現 parallel 接駁兩嚿喎 ，OK， 現 parallel 接駁兩嚿，咁、那個 equivalent 咧就應該係得翻 R over 二啦，因為兩嚿一樣嘅，一兩嚿都係 R。OK， 現 parallel 接駁咁啊，你用雙乘 over 相加又好啦，定係你用我哋有啲shortcut。咁我哋就有兩嚿一樣，或者多幾嚿一樣，咁我哋都係抽一嚿除翻有幾多條 branch。OK， 咁即係話咧，我哋寫翻嘅話咧，呢、這個就應該個 power 呢個叫 P 嘅數字呢、這個，應該其實就咪係 V square over R over 二，咁即係將個二調翻上咁嘅樣嘅，個 P 應該咁嘅樣嘅。OK， 好，跟住啦，第二個情況啦，佢而家就話個 heater S 一 S 二 open。S 三係 close， 淨係 S 三係 close 嘅時候咧 ，S 二都 open 嘅話咧，咁就會變到咩啊？條路其實就係咁樣樣，咁樣樣，咁樣樣。其實即係話我哋將 R 兩嚿 R 而家現 series 咁駁埋咗啦。OK， 咁佢個 power 今次係幾多咧？咁我又計啦喎，今次啊個 V 又冇變啦，係咪 ？Over 個 R 今次就係兩個 R，over 二 R 啊，真係。唔係 R 發熱喎，係 OK， 咁所以即係咩咧？我哋要睇翻佢即係幾多個呢個原本嘅 P 啊 ？OK， 原本嘅 P 係呢個樣喎，同呢個樣啊，好似幾次樣，但係爭少少啊啊！咁我哋砌翻出嚟，點砌出嚟咧？夾硬執佢個樣出嚟咯。OK， 我係要你呢個樣噶啦。咁而家我呢度有咩啊？照單執藥，我哋有 V square， 有 R 係分母，有個二啊咁樣，呢個係分母噶嘛。咁我唔要得佢啦，我係要一個二係分子啊，要個二係分子唔會無啦啦俾到個二係分子啊嘛，咁我即係我補翻一個二係分母啦，咁先公平啊嘛，咁所以即係話咧，我本身有個二剩低一個分母嘅，跟住我又要抌一個一分子，咁即係我要俾多一個二係分母啦 ，OK， 咁呢楷嘢咧就係本身個 P 啦，咁所以係四分一個 P 啦 ，OK。咁四分一個 P， 即係 0.25P 啦，即係 A 啦。